像麻薯这样软糯的食品，装托包装过程中最怕变形压坏，那该用什么包装方案比较好呢？看看Soontrue这条全自动麻薯分拣装托包装线，妥妥是六边形战士。担心不好开脱，全程由自动开脱机快速开脱；担心麻薯变形，采用机械手揉指夹具分拣装托，柔性抓取；担心漏拣少放，视觉系统识别一放一个准，一分钟分拣180个不在话下；担心有金属杂质，配置上金属检测机，出现金属杂物自动剔除；还担心包装封口不好，用上全伺服往复式包装机，完美解决封装问题。整线还安装了多个电眼检测，精准定位，哪还担心你的麻薯包装质量不过关呢？